亚华，翻译错了。亚华，那不是杰吗？请确认那天直播的第一个故事。啊，胡影的那个。来好好耍一场吧。看到时间了吗？1月22号。举行的星星，这是好正的事实。亚
能真正的品尝到结婚的喜悦，多少还需要些时间。但安德尔斯坦马上就要焕然一新了，我想让即将成为百万的主角看到那个场面。看到了吗？我们一同创造的自由。我要在这里更熟悉只属于我们的传奇历史。另外，为解放所有受到压力。